就是中医的其中一个治疗方法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那针灸呢，其实是中医针法和灸法的总称。针法是用特制的金属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，运用操作手法以达到治病的目的。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温灼穴位的皮肤表面，利用热刺激来治病。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，它是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，是通过经络输血的传导作用来治疗全身疾病的，以通经脉、调气血、脏腑功能趋于调和，从而达到防疾病的目的。很多人以为要等到有了病痛、有了疾病才来去求医，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只要你身体有觉得任何的小不适、不舒服，你都可以来做针灸来治疗，避免这些小毛病，时间久了累积成一个大毛病。